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之後，我哋會全力全速落實呢個預算案裡面所涉及超過1200億元嘅各項紓民困嘅措施。預算案之中向合資格嘅香港永久性居民每人派發10000元呢個計劃嘅準備工作，亦都喺度全速進行。我哋嘅目標咧係喺6月底開始接受申請，7月開始市民就會陸陸續續收到錢。喺8月裡面咧，絕大部分市民咧都應該收到錢噶啦。最便捷收到呢10000元嘅方法咧，就係請市民用銀行户口嚟到收呢筆錢，同時咧亦都通過網上嘅電子登記嚟到做呢個登記手續。所以咧，我希望仲未有個人銀行户口嘅市民咧，都積極考慮開設一個個人嘅銀行户口，以電子登記嘅方式嚟到登記，選擇用户口嚟到過户，等我哋盡快咧將呢啲將呢10000元咧送到入各位嘅帳户裡面。目前咧，我哋都聯絡咗零售、飲食等等嘅業界咧，同佢哋商量咧，屆時都會推出一啲推廣嘅計劃，增加一啲消費嘅優惠。